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Eli Crypto。 如果你是订阅者，我会邀请你点击那个按钮，如果你不是，我会邀请你点击订阅地步。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只是想确保这篇评论不是给你独自的特别建议，我们所以做的只是介绍注金介入市场的项目，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正在评论一种叫做 Safe Trees。 可以看我们现在在他们的网站是 Safe Trees 的 Space。 Safe Trees 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生态诱惑社区，在该社区中数代币使用就可以获得被动，建立并只是以黄金为中心的项目。这些项目是当地正在努力恢复生态系统的树木种植至数亿。Safe Tree 是建立禁止进入星际的是 Trees 代币，是有之属于该社区构建的技术，为全球低端的树木种植时环保注入和绿色牺牲价创造了黄金和经济价值。树木种植只可以将它们真正生长的树木标志为当时本的 NFT， 并将他们交易到树木采用，世上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本代币采用本 NFT 或挂卖，这是我们黄金中心项目的当地所。所以大家你们想买这个token， 你们可以用PancakeSwap， 你们可以在这里所以你们可以用 BNB， 然后你们可以swap BNB 去你们的 token 在 PancakeSwap 有一个地图，你们可以看看。所以你们有一个是你们可以看看这个地图。现在我们练出隐形我们的为了我们一起创造不同。Celine 看法不好了，黄金平衡融资和交流数目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让种植之获得精力利益，可发可靠的技术来跟踪树木的发展阻碍，专注只支持技术活动的信心。所以我们的终极是安全环保使命到2025年全球将有100亿个新种子和成熟的树木，允许地理保持旧照并储存照去砍伐，两种这些储备主照为 NFT 可以在 Safe Trees 树采用，市场上交物为 Trees 代币。所以我们声明是自保树木的建立、山西维护和树木的最终是以达到健康可追溯和谨慎。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技术创造环境和经济价值，并成为全球数百万小农树木种植值的可靠数来源。你们可以看这个是他们的 APP， 在这里你们可以用这个你们可以看在这里，然后这个你们可以看看他们都是的这个 band ID 是这个，他们的时间是
13月2020，他在那，他搞什么？你可以都看这个，搜这个是他们的 APP。所以有一个，你可以看有这个，这个新的本，所以这个多的本，所以没事吧？所以他们的首要任务，所以什么激活行动是这个。绿度生活是这个，物品空，只是物品空是很好的意思是，性别平等是这个体面的工作是这个。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路线图，这是他们的路线图。我们可以看在2021，在2021，他们的双一上升和火本关心说正，所以那现在他们针对单独合作和变得以经济半百必输的个，所以在他们的2021的第二个季度是建立技术开发和营销团队，网址设计和社交媒体发布公开发布 DEX 上市用高，他们的什么意思？他们的百币数是，所以他们的第三个季度是 Safe Tree 的Safe Tree 应用顺遂的激励控制，移动和网络 Safe Tree 平台设置 iOS 和 Android 发布，北美平台发布向树木种植支取的违章和质检，然后在2022年这以后。程序可追溯性和认证农产品所以有认证，食品加工书记号健康行核酒食品所以有认证。所以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 collaborative，现在有这个我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叫什么，然后你们可以看这个在你们的家，没事吧？我们现在看看他们的 Telegram，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他们有4000的人，没事吧？不好，没事吧？不错，不好意思，不错，不是不好。不错的我们可以看他们的 Twitter 有所以有我们可以说5000的人，没事吧？现在大家，我们看看他们的 Lead Paper 是白皮书，本白皮书中有很多内容，如果你需要更多信息，可以进行查看。所以伙伴们，我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希望想了解到你，别忘了关注他们的电报和推特，还有我们的希望你喜欢这个评论，照顾好自己，再见大家。